在新春和元宵佳节到来之际，全球多地也举办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感受中国传统佳节的热闹和喜庆。每年的农历元宵节，加拿大的多伦多都会举办一个标志性的社区文化活动，那就是一年一度的秦淮灯会。来自中国古都南京的纯手工秦淮花灯，以及系列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每年都能吸引数千人到场参与。活动的举办地邦德学校的小学生们拿到制作精美、卡通可爱的老虎灯，个个都爱不释手。We are really enthusiastic about continuing this celebration. We are enthusiastic about having our large groups back, and we look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ose events and to host again in a way that.Joins us together to celebrate the community, our Chinese community, and all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as well, of course, to celebrate the Year of the Tiger. 节日里，2022年爱丁堡中国新年嘉年华灯光秀在英国爱丁堡举行，舞龙舞狮、太极武术以及苏格兰传统舞蹈等活动精彩上演。虽然天气寒冷，但却是爱丁堡海外华人华侨倍感热闹的一天。人们沿着街道来到城堡，观看点灯仪式和中国年味儿的灯光秀。每逢佳节倍思亲，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人朋友们总是在节日里惦念家乡的味道。这个元宵节，墨西哥华人聚在一起，做上几道家乡菜，与好友叙叙家乡情。元宵节快乐！